早晨6:11起床了，爷俩都还在睡觉。俏俏今天不用早起，上午学校休息，爷俩多睡会儿。先把客厅窗帘拉开，不然屋子里太暗了。我的妈呀，今儿个外面雾咋这么大？先简单的洗漱一下，穿上外套，下楼出发了。这怎么雾越来越大了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星红，今天我要去兑现我的承诺，在我家楼下等我老爸。听小妹打完电话了，下楼了吗？嗯。啥情况？今天雾咋这么大呢？每天都这么大吗？没有，昨晚不下雨了吗？啊，对。我爸早晨送完我妈上班回来，正好送我们姐俩。哎呀，小妹，有没有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？有啊，咋样？我说话算话吧，算不算数？算，太算了。带你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真是说走就走啊！我订了咱们仨的早饭啊，取一下。我不吃。你不吃我也订了，那你就看吧。那咱们就开车走吧，你俩别坐高铁了。那不行，你这个时间太长了。你撵的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俺们两家都给气儿了。俺家也给了呀。你家也给了？俺家早就给了呀。那俺们，爸，那你家啥时候给的？咱们都15号给的。那我怎么感觉昨天才开始热乎呢？你家的事，俺们早就感受到。我在办公室值班，一摸那暖气片热了。嗯，对你那是暖气片的哈。也有地暖。嗯。还有暖气片，还有地暖。行，冬天不挨冻就行。还有空调。哎呀，你那厉害了！不，你那还有那么多那个机箱啥的，那给你供暖呢。哎呀，那个热度也不减了。超时了啊，用了2分钟。哎、这不累我呢，哥。姐，你给他爸拿这是豆浆。嗯。完了，你那没事。这底下是不是有放的地方？嗯，你那没事。有。完了，这个都给咱爸。我吃不了那么多。两个油条。哎呀，两个油条给你放桌子边了，老爸。我早晨不吃饭，那能行吗？早饭一定要吃。不饿。这个、那一会儿到高铁站再喝吧。不行，能让吗？咋不让呢？饭哪喝进去吗？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在车上赶紧把早饭吃了。有雾都没认清，这个是高铁站。快走吧，拜拜。看我是美女吧？哎呀妈！我到时候也给你买个，看啥信息都透露不了。嗯。先进去取票啊。我想唱首歌。啥呀？思念的滋味，就像在杯苦咖啡。糖跟那个奶，我都在车上没法加，老苦老苦。我们俩坐的是这趟 G1266 延吉西到青岛北的车，我俩上青岛了，这18站现在就能上车。嗯，三站台啊。这回你不能又买个亮的座吧？没有窗吧？不知道啊。8D8F 啊。6、7、8到了。哎呀，苍天呐，大地呀！哎呦我去！不容易啊，小曼，真不容易。订10回座位，得有8回是半拉窗的，这回是全窗的，真好。不出一个星期啊，能长出来。我带你出去晒去旅游去，视频为证啊。可急拉倒吧，真事，我带你出去，不在延吉站，绝对去外地，我带你去银行游。长阳村，长阳村，不是龙记啊。你别在这加钱了，就敬请期待吧，真事儿了，说话算话啊。嗯，一个痛一个钉。有没有钉？算不算话？而且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俩不是去延边走啊，一会儿敬请期待。青岛北，出发喽！哎，这雾真大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미리준비해주시기바랍니다。没有拿东西吧？没有行李。一场电影的时间，我们到达目的地了，马上下车了。一下车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苞米地。这个站人少哈，可以坐电梯了。在延吉上车的时候，电梯都上不来。我们从东北出发，来到了东北。出没出延边走？你还不接小南？
那个看不着我现在。朋友们往这瞅，胶河西站出没出？延边都出了，没出省。这是我们吉林省的胶河市啊。我们俩坐了得有一个半小时的高铁吧，来到了胶河西站。嗯，咱们有没有胶河的朋友们，帮我推荐一下胶河有啥好玩的地方、好吃的？那个我知道有枫叶谷，但是那个地方我昨天做了个攻略，他们说没有啥好看的，完了我们俩就不去了。其他地区给我推荐推荐，完了评论区见啊。真是一个聪明的顶，实现诺言。